去见见你妈妈吧。你高中时候写信给她，让她给你联系美国大学，是我不同意的。后来你上了大学，写信给她，要她寄钱给你，也是我不同意的。 他不是不帮你，他是尊重我的意见不帮你。因为我觉得，对于一个男孩来说，不拄着拐杖长大，那才能真正的长大。他这次见你，主要是想把四合院里那三间房子给你，但我不同意。 因为我想还不是时候，但现在主意由你自己拿，房子要不要，你说了算。见，你必须见；妈，你必须认。 太细了，这张都有，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关于你的消息，你的演讲能收集到的，全都在这儿。我看看，天哪，这也太全了吧！我让苏杰帮我收集，他连这个十分之一都收集不到。哎，这份资料我回去让他给我复制一份，行吧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。 行，妈，这些我回去慢慢看就行。您不是说想跟我聊一聊房子的事吗？你爸，他不让我跟你谈。他允许您跟我谈了，他说要把选择权交给我。虽然这个选择有一些艰难，但是我决心还是要面对。
孩子多正常，注意饮食，定期产检啊！谢谢医生。怎么样？我也怀了。<笑>哎，我说两位啊，您别看这街道嘈杂，而且这个环境啊特别的好，离小学又近，贵呀就贵在这地段上。9平米算学区房吗？ 这您就不懂了吧？9平米啊，学区房不算面积，就算地段。我说这位大哥，您真有远见，孩子没出生啊，您就开始置办了，真厉害。德禄，咱们真有必要提前6年买学区房吗？做了那么多年投资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：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是最紧张的，提前6年不算年纪。走，还是您这位先生有经验呢，您不用担心，我再给您介绍一个，包您满意。来这边。 老毛在家吧？有人看房？没锁，您转。好嘞，请进。老毛啊，今儿啊，我又给你带来俩客户。就这破房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为孩子上学吗？又不真住。爸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 爸，你出来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啥？你叫他啥？这儿，我爸，你走吧。你们这是合伙蒙我呢？你们是不是想做私单啊？给我下套！小伙子，你说话留神啊！这我闺女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行，老毛，以后别指望我给你卖房。 叔叔，我是马德禄。叫爸，爸，我给您鞠躬。啊，来，坐。爸，我敬您老人家一杯。 我先跟雷静了。爸，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看房吗？啊，您要当老爷了。这房子啊，就是我们买给孩子上学用的。爸，您多吃点，快吃豆腐。房子啊，你们不用买了，这房子送你们。要买，要买，爸，我给你换个地方住。不卖，要就送你吧，不要就算。送不能要，要，毛毛，咱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能要？这是我爸，我爸送我是应该的，送他孙子或孙女也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 老婆，什么时候生啊？哎，爸，我这才刚怀上。就是，来，爸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你在干什么？哦，肚子饿了，看看有什么吃的。我都看见了。 你在拜我那五味神呢？那怎么是你的五味神呢？对，不是我的啊。<笑>你不做饭，你拜他干什么？啊？嗯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！我是想做饭的，是你剥夺了我做饭的乐趣，弄得我现在只能等吃等喝。这个呀，你要负责任的。我已经给你做了半辈子的饭了。好，我负责任。 我会继续给你做的，啊！哎呀，可是我现在吧，不忙了，不像以前了，又得开车。我现在不用开车了呀，我也没什么事儿干，我心里空落落的，我想捡回这门手。哎，别，你还是忙礼貌的事儿吧，啊！这饭菜的事儿还是由我。
你刚刚不是说饿了吗？我弄完面给你吃。再给我下俩鸡蛋啊！哎，鸡蛋是好东西，这是你妈的观点。啊，你说，你妈跟我，怎么一辈子就不亲呢？你可以从面说到鸡蛋，从鸡蛋再说到我妈，从我妈说到不亲，这些事儿都挨得上吗？当然挨得上了，我都说到一块儿去了，他怎么能挨不上呢？你先出去啊，去，你去歇会儿，啊，待会儿出门给你。嗯，只要你对我亲就行。上进，你才老实，明天我的婚礼你们来吧。我参加不了，不去不美，我去。什么车呀？哟，哎，这不是那个兰博基尼吗？这个，哎呦，没想到刘总还有警界的朋友。这不会是非法集资被抓了吧？就是散散心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自杀的。不，我要跟你一起。小白都还没自杀呢，我正琢磨怎么东山再起呢。不行，我还是跟你一起吧。行，那咱们一块溜达吧。嗯。喂，谁啊？是我，你爸。爸。哦，我那房子卖了。120万，在这儿呢，你们拿着先用。嗯，爸，我们不能要您的钱。不是给你们的，就当借吧。利息嘛，就按银行的利率算。回家住吧。我有地儿住。我都知道了。你还好吧？我接受了我自己。
以前我总觉得未来无限可能，好像有一个更好的我在等着。可是我现在才发现，现在的我就是未来的我。安心，你应该去找自己的幸福。自己的幸福？对，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哎呦，你看看你画的，哎，就拿手机拍张照片，一点不走样。这小孩不能老照相，知道吗？哎，你真不让广红花给你看孩子了？啊，这都说好了的，我到青岛给他站喜宴，他放弃看孩子。可是他专门为这学过。学也不行啊，他得说话算话。你知道人毛毛家找的谁吗？嗯，人找的小梅。小梅人手脚多麻利，人专门学月嫂的。可是小梅和管红花他们俩是一样的证儿，年龄不一样，心态不一样。管副科长当了一辈子的官儿了，让人伺候惯了，他伺候不了孩子。以奶奶的心态看孩子，孩子得到疼爱没问题，他得不到职业的看护。人家都是不让奶奶看，让姥姥看。可以让你看几天。哎呀，这个李茂非要找什么职业的月嫂。哎，你妈不就是职业月嫂吗？啊，刚考下来证，你说放着现成的月嫂不用，非去招聘，你这就是对自己家里人严重的不尊重，知道吧？再说了，现在你可是这个公众人物啊，不能随便让外人进出你那个家门，知道不？招聘几个了？六七个吧。嗯，都不满意。那你为什么不试试你妈妈呢？不是爸，之前是我妈主动放弃的，这事儿现在改不了口啊。哼，要我看啊，归根结底还是李茂对你妈妈有意见。李茂对我妈没意见，李茂是对我妈看孩子这事有意见。这叫什么买卖吗？不，你这叫什么买卖吗？啊，你拉走，走啊！爸，你走啊！你个狐狸精，拉，别闹了！你们拉着我干什么呀？你们等陆他爸来看孩子，但一见小梅就犯病，说不能让小梅看孩子。为什么？说小梅是害人精。陈阿姨、毛毛姐，叔叔这么黏我，我没法在这儿给你们看孩子了，我走了。你走。你赶紧走吧，你有多远走多远。这我送你上医院去。不，你再找吧。再找什么呀？德禄他爸又不常来。这马上就要拆迁了，当中过渡的时候，咱们不是得住他那儿去吗？哎，管科长，上进他妈怎么样？管干部啊，我同意。我完全同意，
他是个好人。行了，你们要是同意，我没意见。那小梅我就用了啊。用呗，咱们这样就两全其美了。家电补偿金，以前没有，这次有了，不错。高龄补助，这是新鲜事物。老万，你们家老太太可以去试一试，还差一岁多呢，到时候争取一下呗。预签生效比例奖励，速签奖励，这都是希望咱们早点搬，早点走啊。是啊，对，是啊，就是那意思，就是那意思。早走晚走，都得走，补偿合理就行呗。咱继续往下看啊。选项一，货币补偿，92,000块人民币每平米，这大家有意见吗？能不能10万啊？拼过命了也就95,000吧，我去试试。嗯。选项二，房山万庄家园，2.5倍面积外迁。我真不想去住到房山去，我就想住城里。我看能不能谈到3倍的面积吧。至于去不去房山的，大家伙儿回去自个儿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。不管是选项一还是选项二呢，每户都有85万人民币的赔偿。另外我去看看能不能把它谈到100万。我觉得他们有诚意，但诚意不足，是不是？如果货币补偿我能谈到95,000，其他补偿能谈到100万，大家觉得还行吗？好，基本情况就这样。其实这次政府和有关机构也算是有诚意了，咱们就拆吧，最后一栋楼了。只不过这聚也不容易，说散就散吧。以后见老朋友就难了，怪想的。李茂，嗯，幸福里9号的设计方案面向全世界招标，咱们新围城应该参加。咱们本来就是做室外环境设计的，我们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我们熟悉这里的人文地理，我们可以一战成名。需要修改。你都去过哪儿啊？没去过哪儿啊？剩下6家入围，今天面试淘汰3家，最后3家去美国考察2周，做最后一轮的淘汰定稿。今天我们要打起精神，争取不被淘汰。欧耶！我倒是想被淘汰呢。为什么？我舍不得我那小宝贝儿，你舍得吗？我还好，儿子嘛，就得皮是这样。108号投标组。哎，来了。老实说，你们的设计有些平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到的。凭你们还将我们选进了6强，可见你们是一些不平凡的人。我很看好你们。文字看山不喜平，设计也是这样。但这说的是一张白纸，一片荒地的情况下，幸福里社区早已经开发完成了，只剩下这么一块弹丸之地。它周围的建筑都是以亲民便民为主，如果处理得非常齐全的话，跟周围的建筑就显得格格不入。我们的总设计师李茂一直强调，建筑之美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。李茂，说说你的设计初衷。我从小在这片长大，我对这儿是有感情的。北京变化的太快了，快的让我有点认不出来。我希望我的设计是有温度的，是一个人人可以穿梭停留的街区，而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
让人四处碰壁的建筑。我想，如果我的设计有什么有意义的地方，可能就在于它留出了一些创业之外的生活的空间，留出了一些看似无用的地方。我们用谷歌地图和你的设计方案做了一个三维模拟，我个人很欣赏你的设计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请回去等通知。祝你好运。要不要问问明彩他妈？我不能作弊，问问结果就叫作弊呀？我们要避免一切嫌疑，这是新微城的宗旨。二位等一下，你们两个都有护照吧？准备去签证吧。哎，你说人家说上美国都带方便面，我带不带啊？别吐了，想吃方便面随时都能买着。李茂姐，向静哥，宝宝已经睡着了，小护照有点事儿，我能出去一趟吗？啊，去吧。哎，谢谢姐。李茂明天走，走了你就动手。这机会，多少钱你都买不到。哥，尚金现在可是名人。他要不是名人，咱动手还不能这么痛快呢。名人最怕出事儿。他要是不上钩呢？规矩你不都懂吗？必须得干这一票。再不干，我这个手指可就没了。你又去赌了？甭废话，赶紧干了这一票，否则咱俩谁都没好。向静哥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，小梅？向静哥，我够不着，你帮我拉一下好不好？向静哥，小梅，我真喜欢你。小梅，你干嘛呀？你不能这样。向静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是真的喜欢。李茂知道这事儿了吗？我说之前他就知道了，现在网上已经炸了锅了。茂茂已经订票提前回来了。那宝宝呢？万师傅和你妈都在家呢。爸。我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。我知道。鉴于被告的名人身份，该案件包含了性侵、故意伤人等行为，性质严重，影响恶劣，我们希望给予严惩，并要求对方赔偿150,000元人民币。该赔偿包含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。被告，你们还有什么最后陈述吗？我们有新的证据要提供。什么证据？事发现场所有的录像。录像哪儿来的？
该录像是由被告的妻子李茂女士提供。根据录像，我们不难看出事情的所有真相。既然有录像，你们为什么不提早交出来？这个牵扯到当事人的意愿，不过我可以保证，该录像真实无误。相机，我在家里按监控，不是为了监视你，我是为了监控小梅看孩子。那你装监控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要不出这事儿的话，你打算监控我多长时间？不是，你能别误会我吗？我真不是监视你来着。不是，我怎么说你才能信我呀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监视我吧，你监视我一辈子，我都愿意。但是下次家里要再装这种高科技，你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。就不，吓死你！小心我秀了你！我借你十个单，你修一试试。平房睡得就是舒服。来了，关师傅，你要吃什么？我给你带回来。一碗豆浆，俩油条，来加糖啊。得令，得令。大家好，我是尚进，我回来了。讲座的主题呢是与困难共舞。父母会老去，朋友会离去，金钱会散去，才华会失去，白云会飘絮，花朵会谢去，时间会流去。又来干什么呀？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？来了来了！哎，你不交出箱子姑娘？他，怎么是他？他在哪儿？你认识他？他不在这附近吗？不在啊。孩子，是北京的吗？多高个儿，能有一米八五？小伙伴，你月收入多少呀？我已经名花有主了，阿姨们。太棒了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啊。周主任您放心，有事儿我一肩扛，就不嫌事儿大。
弄那么大包干嘛呀？又不是去登山。这个是我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人一出门包不离身，生命保护安全。见没有啊？半张红脸歪了，没看出来呀。你跟人不对付，你埋汰人。我埋汰他干嘛？哎呦，我跟人一伙。燕子，走，派出所去。谁呀、啊、你？认错人了吧？错不了。上周咱俩还交往条呢。你是那女设计师他妈，你叫万山红，我是证据学讲师他娘。哦，证据学讲师他娘啊，就是你特事儿那个。我不想跟你换呀，你偏要跟我换呀，你死活要跟我换的呀。走吧，派出所。凭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干嘛要去派出所呀？你这骗人的！谁呀？让下，让下，让下，让下！哎，你说是导演吗？啊，要主持公道。你太大了。你是谁呀？这是。啊！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走走走走。就不走，嘿，老太太，您来了有五六次了吧？你胡说八道，我都领了七次了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对呀，您说您到底……奶奶，我帮你拎回去吧，多沉，不用你。谁爱震蛋？谁震蛋？我震的是个舒坦。李掌柜，您这就是典型的北京大爷的活法，不冤不乐。早来买不到，晚来吃不着。你是提花的招牌，就不买这儿啊！我不应你。